接下来，我会利用这个世界炮储备至今的能量，引导提安娜复原虚数神骸的完整存在。机会只有一次，我建议你们提前做好战斗的准备。那么，要上了。你们还在说什么废话？赶紧速战速决了！放手去做吧，提安娜，就像往常一样。现在的提安娜一定没有问题。对，这个距离刚刚好。现在，想象你，对，想象你面前的就是那个传说中怎么都打不死的伪神奥托。你要终结他的无限，将他的一切生命力都拘束在有限之中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能量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能量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决战的时刻到了。星炎拔剑，急如雷电。能量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决战的时刻到了。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决战的时刻到了。星炎拔剑，能量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决战的时刻到了。星炎拔剑，急如雷电。能量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审判的时刻到了。就这，能量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审判的时刻到了。能量补给，新增一个单位。急如雷电。审判的时刻到了。结束了。
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，你这不是已经很熟练了吗？很好，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完全够用了。那么接下来，这扇门难道就是……正如你感知到的那样，这是你们返回本征世界的通道，也是我们挣扎着试图让自己存在下去的最后机会。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，接下来的所有事，我们也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各自去赌一把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回去了。当然，我就搭一次你们的顺风车呗。好啊，那你可要坐稳了。